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这个鹅是三斤，脆皮，广东深井烤鹅。然而呢，它的发货地是江苏无锡。我拿起来啊，还是不小的，花了我160块钱，直接在烤箱里边加热就行。这个是小伙伴推荐的啊，大过年的就吃点好的。OK。这个有4袋这个调料还是什么东西，丢掉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换进去吧。现在已经烤了10分钟了，感觉还不错哈。这个味道呢，为什么跟那个烤鸭的味道是差不多的？啊，这是烤鹅吗 ？OK， 老规矩。它这外边这一层的味道是不错的，但里边我感觉为什么淡那么一点儿？哇，这是那层脆皮，刚才吃了一口，这个皮很脆。哇！前腿这儿偏硬一点，胸脯这儿有一层肥肉，我不喜欢吃肥的，馋我屁股啊，很香，但是有一种家禽类独有的味道。它的皮呢是脆的，这个肉让我感觉，而且好像吃像鸭子肉。再吃个翅膀。骨肉分离。哇，哇 ，OK， 今天呢就是这个广式烤鹅，脆皮的。这个鹅就挺肥的，还可以吧，10分的话8分。我呢是根据我自己的口味来的，好吧，这个味道对于我来说有点淡。 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结束吧，想看小狼哥吃什么或推荐什么可以在评论区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呀。